诸位同学，请看娑婆世界最后的一段，上方持地世界，如来名号最后一个，或名一道。上一堂课讲到第九个名号啊，持戒。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字，感慨万千呐。多数人不学理，不讲理，儒就灭亡了。佛弟子不懂戒律，不能够严持戒律，佛就没有了。我们看看当前的社会现象，如佛的大道还能不能够延续？诸位细心去观察，你就晓得这一桩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忧啊。如佛要是真的断绝了，这个世间人苦啊，做人也没有意义了。世间有史以来这两三千年能够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平，靠圣贤的教诲啊。在东方有儒释道三家的教诲，在西方有宗教教育，人们一旦背弃了神圣的教诲，自以为是，所谓弱肉强食，不知道后面有冤冤相报啊。但是今天讲这些话没有人相信啊，因果报应就在眼前，他也不相信，他不认为这是因果报应啊，这是一种偶然的天灾灾难，不以为是报应。
不知道回头啊，不晓得改过。过去，李老师往生前一天告诉大家，最后的遗言，他说：“这个世间乱了，大乱。即使佛菩萨神仙来，也救不了。大家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认真念佛，求生净土。除这条路之外，没有路可走了。”老人临终最后的一教啊，名号最后一个一道啊，一道是什么呢？一道是佛道。万法归一，这个一不是数字，数字里面的一呢是相对的，一道没有相对，一道是无上道。是一乘呢，经教里面常讲的一乘法。《法华经》佛说了，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那佛真实说呢？真实说只有一佛乘，这是真的。一佛乘在三乘之上大型凡夫也能够学习我在前面说过。一道是真如，是自性。一道在哪里呢？一道就在现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贵在你能够觉知在你面前，你自己不觉不知，不见不闻，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在有情众生又名佛性，在无情众生
称为法性。法性是什么意思？法而如是。佛性是什么意思呢？佛是觉的意思。觉察到法而如是。所以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就是觉察，或者是觉悟，总而言之，他觉了。我们九法界凡夫不觉啊。觉了之后啊，心是定的，觉了之后啊，念念行行都跟法性相应，那不觉呢？不觉跟烦恼习气相应，起的作用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觉与迷啊。一道是究竟觉。如果我们把标准放低一点啊，不要讲得那么高，明心见性就是一道啊。那么在华严，初住菩萨就契入了啊，这一点不错啊！你看《法相宗》里面所说的同生性菩萨啊，什么叫同生性呢？跟如来同一道啊！同用真心啊，凡夫九法界众生，法相中所说的这些众生叫异身性，异是不一样嘛，跟佛不同嘛，啊，一生现身，用八十五十一心所。那说得粗一点呢，他用的是烦恼习气，同生性异生性呢，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学佛如何把异生性转变成同生性
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就为这桩事情啊，帮助众生啊。但是怎么样转过来，佛菩萨没办法啊，要你自己转过来才行。佛菩萨只能提供你转变的理论与方法啊，提供啊他转过来的经验给我们做参考。除此以外什么忙都帮不上啊。所以这个事情要自觉啊。要自罚了，要自己会转呢，这才能成功。实在你转不过来啊，那么佛菩萨把这个标准降低啊，要能转过来，真正转过来是一道啊，宗门里头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要见性啊，这是真功夫啊。啊，实在不能，那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了。佛要方便说了，方便说三乘，方便说五乘，五乘这是最低的了。啊，目标呢，希望你来世不堕三途。你一定能够保住人生，修得好的还能升天。啊，这是佛的方便法了。啊，跟心稍微聪明一点的，帮助你超越六道。啊，成就你声闻果、缘觉果、菩萨果，方便说了。但是佛他的本意是一道啊，啊，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一道清净啊，那是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不净掺杂。娑婆世界设方略举十个世界啊，最后这一方，最后这个名号用一道，这个意义很深啊，显示出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真实的目的。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在这一生之中
其如一道啊。圆满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这个是如来大圆满的悲心流露啊。我们看这个后面总结，如是等其数十千，令诸众生个别之见。这个戒的意思是令一切众生个个趁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学养而自知自见，来调伏自己的身心烦恼，提高自己的境界。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有一番问答，转要也把它揭露出来了。我们把这个问答念一念。问：与圣教说，与圣教其他经典，其他的佛教经典里面讲，大轮回内平步背也，上界诸天，下暗地狱，如何此说？上下皆有四周。这个疑问提得好啊！他要不提啊，我们也疏忽了。我们听听他提的问呢，想想是很有道理啊。这个地方所讲的娑婆世界，娑婆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为什么这个经上只讲此四现象？此四天下这是个单位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单位世界呢？倍。百亿，这个大千世界啊，四天下了，百亿四天下了。这个世界上面是诸天，28层天，下面有恶鬼，有畜生，有地狱。为什么这个地方所讲的？通通是讲四周，因为这里讲到上方，也讲到下方。我们看清凉大师为我们开示：答，此教所说，似虽利人，虽说法处即是当中，
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这是大乘圆顿法门呐、啊！啊，此教是《华严经》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啊，四随着理，理是融通的，四虽然个别了，四不离理呀、啊。离四不二，离四一如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随说法处啊，即是当中啊。我们知道在真如法性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空间是讲的远近，时间是讲的去来，没有啊。中在哪里呢？什么地方都是中。这是正义。啊，我们在此地，这是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中。啊，譬如我一个人，我今天坐在此地，我这是中啊。啊，有些事物在我前面，有些事物在我后面，有些事物在我右面，在我左面，在我上面，在我下面，我是中啊。啊，你坐在我对面，啊，你是中心呢，我在你后面呢。他在你前面呢，中不是定中啊，啊，没有一定的，说中无处不中，无时不中，这个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啊，我们接着看，纵极上际，旁至大轮回山。也有十方互为主伴，以融为眷属。本数非多，十方皆融一准于此。上面讲的这是个原则啊，现在人讲呢，这是个定律啊。再说了，纵然极上极，上极啊，上面还有上面啊，到顶了啊，旁边呢，周边呢，大轮回山
这是娑婆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设方，都有主办。主不是定主，办也不是一定的办。主办圆融啊！啊，好像我们在这个大讲堂，今天轮到我在讲台上讲经，我是主啊。大家在台下听讲啊，那是办的。下一个重点，我下台了，请你上来讲，你是主了。我在台下，我就是办了。所以佛法里头人人都是主啊，人人也都是伴啊。啊，主伴圆融啊，主伴不二啊，啊，主伴平等啊。所以说无论在哪一方啊，讲这个大轮回山，这是四方四维啊，讲上际，讲到上当然就有下啊，设方都说到了，无论在哪里都有设方互为主办啊。啊，在哪一方讲，哪一方就是中。啊，所以互为主办呢，融为眷属。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啊。啊，本素非多啊，十方皆融。一准于此。啊，娑婆世界如是。他方。这个十方娑婆世界也有十方啊。这个地方讲的是一四天下的十方啊。啊，娑婆世界也有十方。啊，娑婆世界在华藏世界里面呢，华藏世界还有十方啊。十方皆融啊，重重无尽的。这什么一道啊，前面名号讲的是一道啊。再往下面看，因此略说娑婆融通，改非改相，略有其无。相是讲的现象啊，改是改变的啊，相改不改，改不改变，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我是中心，你在我前面，我就是你在我前面，如果你是中心呢，你就说的是我在你后面改不改是这个意思啊，他在我右面啊，他在我左面，他为中心呢，我在他的左面，我在他的右面。佛法里面
有五个说法。我们看清凉大师给我们举的例子。第一个，月事常定，如小乘说。就事上说，为了表达意识起见，假设方位是假设的，时间过去未来也是假设的，不是定法，假设的，这常定假定的，不能执着。小乘教，小乘教确实智慧浅，分别执着深。那么在贤首宗呢，实教通教这两种啊，跟天台的小教相同。第二，随心见意，若身子繁王，这个例子很多身子是舍利弗这里面有个典故。苏超里面有引用者，这个我们不必去查它了。着重着随心见意，确确实实的两个人晚上看月亮，个人感触不同这是我们很容易体会得到的在同一个境界当里面，这两种人的想法、看法、感受都不相同。最明显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最近我遇到的。这一个恶人，使很多人受他的害，遭到很多苦难。现在这个恶人呢，他遭难了，
受他害的这些人呢，听到之后啊，欢喜啊，哎，他遭到报应啊。这个是一种人。哎，还有一种人呢，听到这个事情呢，哎呀，可怜呐，我们得想什么方法救他。随心皆义啊！啊，一个是有怨恨、报复的念头，哎，你让我们吃苦，现在你也受难了，报应来了。另外一种是，我自己受的苦难我知道啊，现在他也要受了，我不希望他受到这个苦难。我们从这个例子，这是事实，就知道一个人觉迷的程度。修行的功夫啊，前面的人功夫浅呢，后面的人功夫深了。真正做到了啊，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不但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恶人遭了苦难，还有慈悲心去救他。这个境界转了啊，确确实实转迷为悟，转凡为圣。随心见义不一样啊。第三，就佛而言呢，本无尽慧啊，这个前面我讲的不少了。佛在极乐世界绝对没有说，哎呀，这个地方清净啊，庄严啊，他不会有这个念头。在阿鼻地狱，他也不会说这个地方很苦啊，这个地方怎么能住啊，绝对没这个念头。那到底佛到底是什么念头？跟诸位说，佛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只从这上面去想去，所以极乐世界跟阿鼻地狱平等。他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一切法都平等啊。不平等是你有分别有执着，你不平等。利分别执着了，法法皆如啊，法法平等啊。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的，阿鼻地狱也是自性变的啊。你要是见性不着相，一切法相通通平等啊！如果你见相不见性呢，一切法绝对不平等。
这里是说救佛而言呢，这个佛包括化身菩萨啊，诸位要记住，大乘法里都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佛包括原教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是真佛。天台六界佛里面，他是分证即佛。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金刚经》上讲到诸佛，姜维农居士说这个诸佛包括41位化身大士，啊，诸佛是说的这个。啊，那么假设这个包括等觉的这个妙觉，42个果位，这42个位置叫做诸佛。在他们的境界里面没有净慧，没有对立的，九法界里面还有对立，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对立了，所以是平等法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如何去修平等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四个是随法回转如上，主办护卫，这是原教的意思了。啊，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主办护卫啊。释迦牟尼佛为主，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伴。毗卢遮那佛为主，释迦牟尼佛也是伴，阿弥陀佛也是伴。阿弥陀佛为主，毗卢遮那、释迦也是伴。啊，所以主不是一定哪个做主，不是的，没有一定。啊，这个密宗里面讲本尊。本尊就是主，本尊之外的都是伴。所以要晓得互为主伴啊，佛法里头从来没有定法啊，这个定法只有小乘有啊，小乘只承认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是佛，绝不承认还有第二个人是佛啊。所有一切修行正果的最高只能证到阿罗汉，他不相信有菩萨啊。小乘很执着，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他思想是保守的，不像大乘，大乘的思想是开放的。啊，第五，潜入微尘，如前会说，这个太深了。微尘里头有世界，
啊，跟外面十方世界没有两样啊。谁能够潜入呢？前一回我们读到了，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我们晓得，微尘世界里面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所以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佛在经上讲，不可思议。这是什么道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佛说，这是性德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法尔如是啊。啊，今天科学技术再发达，我看充其量呢，也只能看到这个平面的大千世界，微尘里面的世界没法子看到了。再精密的仪器也没办法发现，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夜夜微尘，夜夜毛孔，夜夜毛端，无不如是啊。啊，这一桩事情世尊在一般讲经不说。啊，华严经里面他说出来了。为什么呢？华严经的对象法身菩萨。这里面化身菩萨了，几乎都是修普贤行的。这个下面说，若通论于净土，更有无益，为诸刹相如意。这是圆融啊。啊，一佛刹即一切佛刹，不要说一佛刹了，一微尘里面就现一切佛刹。啊，微尘都能现，哪有佛刹不相如的道理呢？啊，诸刹相如，相即。啊，第二是相即，第三一具一切，第四光霞自在，第五帝王重叠，并如前后诸文所说。华严给我们显示无尽的庄严呐！啊，这后面五个意思完全是华严经上的。圆融无碍啊，自在融通啊，相即相如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清凉大师在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出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这才真正是大自在啊。好，现在时间到了。
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讲到此地。